近日到美国参加大联盟的台湾日活动，其中人气最高的林相，对于能有机会见到球星大谷翔平感到相当兴奋，并表示自己已准备好自我介绍，还笑说希望能送给大谷翔平两本自己的写真集，同时也准备了签名球，期望能和大谷翔平交换签名。但没想到这番话却立刻遭到网友的批评，认为送球员自己的签名球是一件蛮没礼貌的事，要林相要不要再考虑看看。更有网友透露，大谷翔平进入职棒后就刻意与女艺人保持距离，认为林相如果送写真集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困扰。对于网友的意见，林相也在底下回应表示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并附上三个笑到哭和一颗爱心的表情符号，希望网友别太认真啦。